明天我和小凤准备回重庆了，我在河北那边联系了有一个工作，回重庆，然后我就准备去那边上班。今天也是赶集，小凤她想去镇上买点东西，去买点吃的，她比较喜欢吃这边的米线啊什么的，带点到重庆那边去吃。再吃还会再吃最后一碗羊肉米线，回怎么？就我也放上海。这可甜哦，咱们贵要素对啊对啊。是的，这可甜的这样什么？我们已经到街上了，我们先去吃一碗米线。我在哪里养？啊，就去我昨天那里吃。我刚买的半酒，才吃了6天。俺就当了一个双酒倒一杯。那还不爽了，直接。而且十几个菜，哪样菜都可以要。这边凉菜没得嘞，直接去添。那安逸。他都吃就太幸福了，我觉得。放了好长时间了，放了好长时间。放，可以放10天。如果是冰箱，那你放过一点没问题。如果是说这种摆地的话，最多放一个星期。那边菜市场好热闹哦。啊，很大哈。而且你看卖的菜多新鲜呐，啥子都有，高头还有那个什么牛蛙呀那些。吃一年，这个他真的是要吃一年喽。还有块面条，那我帮你提。那个没事，我那边提一坨。好不容易来吃，多清凉嘛。哎，吐了出来对不对？哇，那个鱼太大了吧？要好多钱，好多嘞。这是啥子鱼？我呢，大鱼。哇。20斤了。那是尾鱼吗？啊？20斤有没得那个？有啊，我有。20斤啊！好大的，要好多钱？野生的，大部队。要不要？是，我们这里面还有啊。两块四两嘛，上面俺娘家的卖鱼。不是，我不买鱼，今天。要来两杯。要。想吃的时候买。那17块钱多少钱？没17吧。你那个切起好多，那我好。我放凉，牛肉好不好？你再看，干什么哈？称好多啊，小兄弟。41斤，我看称个，我妈说称个3斤嘛，称3斤嘛。43哈，40不卖。哦，43。买了一坨牛肉，因为他们那边牛肉60块钱一斤，有点贵。我这个43，拿这么大一坨米线，还有红糖、黑豆腐，还有那个啥子？这个是给爷爷他们买的零食，还有一个黄豆酱。然后土豆酱。黄豆酱。哦。好，这个是方便面。啊，现在回家，买的差不多了，就带这些。啊，走，我给你拿个小的。那你吃，你自己吃，我咬一口就行。行吗？糯米黄包，泡菜。我这个米线16斤，不得了，回去我要冻在冰柜里面。这个。得放冰箱，冰箱就行了。我说米线，米线放冷藏的嘛。放不进去吧？放不进去都放。你大头你让放不放？不放应该没事。没事吧？已经。屋头凉快，没得事关系的应该。还会在8月放冰箱？哎，我还想吃吃坨噻。你吃坨噻。他到时候还没拿拢屋头咋吃完呢？我也还想吃一口。原来我都说好吃的啊，你们不相信啊？妈，你吃坨不？来吃坨嘛！你要来块不？把你那手头的拿我。快嘛！
不好看。好好吃哦。这当发个也是嘞。俺吃白锅面那，这糯米粉的，今天吃了一晚上。这一晚上？嗯。真的这一晚上。嗯。怕东西有点复杂了哈。不复杂吗？那个还小坨的，俺要黑上也嘴上吃不了，要是给你吃了。哦。你说不吃？不吃喽，还是留点回去再吃。你吃过还？来吧。你还要吃不？要不把那个拌面拿来吃了吧。啊，你不最高的，最高的可以问心理学家做可以请人。不要东西浪费，请东西吃不完，难的浪费。暂时难不起，吃一点放着。哎，提出来再给放着吧，好。嗯。好了，要。来，你吃下这个，那是豆子。我不吃。我不喜欢吃豆子。那豆腐你吃的糊吧糊的。烧的嘛，可能还好吃。烧的。烧的。啊、嗯，不是可以烧的吃吗？豆子。啊，西瓜。哎，在这儿。我不要。我不能干，我不要。我不要。快吃的。两把豆腐挺好吃的啊。我一次吃个隔两天我再刷牙。嗯。哎，挺好吃。这钱。